咱们成红掌门以后，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吗？反正理发师说了，10块钱变大明星，时尚界的新宠 JM 牛仔，冉冉升起了。走走，哎，去，你们太不尊重艺术了。没定你们个有伤风化都不错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咱师傅，那天拿过枪的，再拿点铁拳，不跟玩一样吗？是烤的鸡架啊，还是烤的炭呢？师傅，兄弟，你不是说修理的活吗？这修理地球吗？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。啥呀？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。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，我要走了。上海嘛，大城市，会让我有种孤独感。你就不想出去吗？不管你们去哪儿，走多远，只要想回来，我永远在这儿。生活就是咱们得自己丢自己往前奔。东华厂职工五名正式开业。今天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东华厂的子弟，有人留下，有人离开，但无论身在何方，关于东华厂的故事永远不会结束。凡是过往，皆为序章。